2033年4月8日，夜里1点10分，这里是隶属于 X 基因科技的第7生化研究所。根据物流记录显示，这里是引发 Z 型传染病的药剂样品发货地。现在，这里是一片狼藉，人员应该已经全部撤离了。但愿我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什么声音？前面好黑，希望不要遇到可怕的东西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大，为减少扩散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请做好防护。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等待。道具妖人，他们没救了，只有砸烂脑袋才能真正的杀掉他们。兄弟们，现在一定要照着脑袋打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人会变成这样吗？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高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小心。这里到处都是变异的人，千万不能被他们传染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高。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
怜的家伙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，好了，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我应该回头吗？还是坚持？去死吧！
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怎么回事？我得进去看看。Thank you.